歡迎大家收看科學新知啊！今日禮拜即係雖然係呢個諾貝爾頒獎係過一個禮拜，咁就有俗語稱係一節啖三開，但係就發生係國際上一個相當之即係大家好關注嘅一個新聞咧，亦都好不幸嘅消息咧，就係、是以色列咧係被呢個哈馬斯嚇突襲。咁我哋呢個節目當然唔係時事節目啦，但係入邊有一個角度咧，就可能喺個科技方面可以看一看的，就是今次為什麼以色列的鐵穹的防空系統是不能夠阻擋這個在加薩的發射的5000支的火箭，而導致到有大量的爆炸呢？大家要留意，這些防空系統它本身不是萬能盾來的，即它很有針對性，是針對一些你都認為很厲害的武器，就有個好勁嘅盾嚟擋一啲好勁嘅矛，係咪？咁佢啲鐵穹系統，佢就針對導彈嚇，或者總之都係火箭類嘅嘢啦嚇。但係火箭你都知嘅，導彈又係嘅，分好多級數噶嘛，短程、中程、長程，係咪？同埋佢個軌道係比較高同比較低嚇。咁你一樣可以問嘅，如果我俾支槍射中，我就其實就係用避彈衣先擋得到啦。你唔會預個鐵穹可以幫我擋到子彈，亦都唔會預嗰啲鐵穹系統可以幫你截到個迫擊炮嘅。咁所以咧，其實佢哋一啲叫做一啲比較 high grade 嘅嘢咧，係專係 for 啲比較 high grade 啲嘅武器嘅。咁所以你話如果問點解鐵穹擋唔到嗰啲哈馬斯嗰啲咁樣嗰5000支火箭咧？其實我真係打個比喻，就係頭先講咗啦，就係點解鐵穹幫唔到我擋子彈咁樣咁上下嘅邏輯嘅啫。咁因為佢哋哈馬斯用咗啲比較係啲比較 low， 即係反而係比較低軌道、低飛啲短程啲嗰啲咁嘅火箭。其實可能你當佢係一啲迫擊炮咁嘅嘢，不過佢係擺喺架車上面一次過發射好多支嗰種咁樣嘅系統咯。咁嗰啲就唔算係嗰個鐵穹系統去主力，即係去針對嘅嗰個範圍咯。咁但係你另外所講啦，以色列自己本身咧係有其他嘅一啲嘅防衛系統去做防衛其他唔同類型嘅入侵嘅武器嘅。咁譬如咧，亦都同我哋啱啱講個新聞比較有關。就係、是、其實以色列算係差不多第一批嘅國家咧，佢係配置咗一啲激光嘅截擊系統。咁激光嘅截擊系統，佢主要針對就係無人機。無人機就通常係飛得比較慢，同埋可以低飛，可以隨時俾人哋遙遠控制改變軌道嘅嗰啲嚇。你可以話係普通嘅有四個扇葉嘅 drone， 或者係都係似一架飛機仔嘅一啲嗰啲無人機都可以係。咁佢哋咧就用決定係用激光系統咧，已經係服役緊噶啦，就係攞嚟專係截擊呢啲低速低空嘅嘢咯。好啊，嗱，咁有一個好吊鬼嘅即係情況啦。High tech 嘅對付 high tech， 但係 high tech 係可以俾 low tech 係打贏喎。咁係咪即係大家唔好迷信呢個 high tech 咧？其實呢個絕對係嘅喎，從來都係嘅喎。你應該咁講啦，你唔可以全部嘅 investment 擺曬喺最貴最 high tech 嘅嘢嗰度，即係最貴最 high tech 嘅嘢，你只可以做好少、好限量，錫住嚟用。但係好多時你當你唔夠 high tech 嘢嘅時候，你又冇一套 low tech 啲嘅系統嚟頂住咧，咁你發覺係所有國家都諗呢啲問題嘅嚇。咁即係呢啲就即係比較軍事上嘅嘢啦嚇。咁但係就我哋就打算講嗰啲比較同激光防衛有關嘅技術啦。好啊，咁呢個涉及到激光防衛咧，咁有一個即係我諗全球人類都應該好即係關注嘅問題，就係呢個即係核武啦，或者核彈啦。如果係一個擁有高科技國家，係咪理論上可以截擊曬所有嘅核彈？嗱咁講，都係嗰句，你講緊個核彈，你要諗埋佢點樣投放。即係你其實主要係講個飛彈，佢飛過嚟嘅時候，你截唔截到嚇？對於嗰啲中程、長程嘅，咁似乎你有一啲比較大型雷達系統咧，就可以喺嗰、那個即係嗰啲嗰個投放物嘅上升軌道嘅時候咧，就已經幫你預估到最後佢會飛去邊嚇。咁但係咧呢樣嘢咧就係即係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嘅。咁你既然個防衛系統主力就係話，哇！喺我射起支嘢嘅時候就截，我就不如咁啊！我發明一啲一係
個軌道比較低，低到根本上你都追蹤唔到我嘅。咁你譬如哈馬斯呢啲就用啲 low end 嘢嚟避開咗啲 high tech 嘢，係咪？又或者就係你比佢更 high tech。咁如果你睇翻兩個禮拜前到嘅新聞啊，就普京咧，佢就宣布咗俄羅斯終於試射成功一款新型嘅導彈。嗰、那個導彈咧最勁嘅地方唔係喺個導彈本身，而係喺佢嗰個導彈嘅火箭推進系統嗰度。咁過往你就當係好似嗰啲火箭發射射武器嘅火箭，亦或係射太空嘅火箭，都係要用嗰啲咁嘅化學原料㗎啦。咁但係咧，普京而家聲稱咗咧，俄羅斯已經成功試射核動力火箭。咁核動力火箭佢先前我哋都有科學新知，好似都有提過，就係我哋報導過去一次試射失敗，係甚至乎可能現場係有一啲有核污染殘餘喺度，我哋有講過嘅。而家佢聲稱試射成功，咁呢樣嘢危險在乜呢？快，而且就係話咧，佢可以幫佢咧，唔即係直接去進入一個太空嘅軌道，即係唔好話太空啦，人造衛星嘅一個低空軌道。即係平時嗰啲火箭，你用化學原料咧，你就如可以。你射上去嘅時候有個燃料箱又喺中間飛飛下甩出嚟，就做一個二級嘅推進咁樣。但如果你有核動力嘅話咧，唔需要做二級推進嘅，理論上可以唔需要嘅。咁即係話咧，你可以做到一啲嘅核武或者係一啲火箭飛彈咧，佢係繞地球幾個圈之後先跌翻落嚟嘅嘢。咁如果係咁嘅時候呢，究竟佢繞兩個圈定三個圈，最後點樣跌落嚟呢？你唔可以由個上升軌道嗰度去準確預測，而你只能夠由佢開始跌落嚟嘅時候先至搏一鋪，先至去做反應。咁所以個截擊難度就會高咗好多。咁呢就都係啲比較軍事技術層面嘅嘢。咁係咪暗示就係、是、即係普京講返上係暗示係咪美國有可能截擊唔到俄羅斯嘅導彈或者攻擊？我會話係，甚至乎都唔止俄羅斯。如果你話中國去不停地探討一啲嘅戰術，就係我做一個飽和攻擊，令到你美國擋唔曬，咁佢哋係個推演係認為都有能力打擊到美國嘅。咁即係結果就係、是、即係你無論從量抑或去質嚟去擊倒呢個嘅防空系統咯。好啦，咁如果我哋從一個科學角度啦，就係、是、呢個激光佢有冇可能即係去構？造成為一個超級的防禦系統咧，嗱好得意嘅，喺近呢都係今年嘅時間，你見非常多嗰個關於激光新發展喺防衛武器嗰度啊。咁又唔係就係防衛武器上嘅嘢，而係民生上嘅嘢都好多，又係一啲咧隨住嗰個大功率嘅激光同埋嗰個電子技術個反應越嚟越快咧，咁追蹤能力越嚟越高咧，我哋係嗰個對於運用。嗰啲強力嘅激光槍嘅呢樣嘢咧，越嚟越多新嘅玩法。嗱，咁喺嗰個頭先講到嗰堆軍事嘢咧，就係話以色列已經用緊呢啲激光嘅技術嚟去擋，嚟去燒爛一啲飛入嚟嘅無人機。只要你嗰支激光夠強，同埋去即係去射中咗嗰個目標物時間夠耐嘅時候咧，就足以令佢燒爛佢嚇，令到佢高温爛咗，跟住就毀滅咗佢，係咪？咁然後就係德國嘅艦艇，而家亦都係配備咗激光嘅武器，攞嚟去截擊，即係攞嚟防衛住嗰個艦艇。咁然後就係英國亦都係準備啦，可以幾年之內就令到自己嗰個嘅海軍係同甚至乎係地面上嘅防衛咧，都配備咗呢啲激光武器。咁所以其實你見到咧，成個激光嗰個嘅導引技術。即係佢反應夠唔夠快啦，同埋佢射得夠唔夠準、夠唔夠耐啦，個破壞力夠唔夠高咧？而家係已經提升到一個咧係實用層面噶啦，就唔係純粹當玩具咁玩嘅。嗯，咁喺嗰個軍事上呢個有咩含義？防衛能力提高咧，即係最簡單咁樣講嚇。呢樣嘢好得意嘅，咁呢樣我都要講到落去嗰個民生用途嗰度啊。而家咧啱呢個禮拜咧就宣有個新聞啊，即係我都估唔到佢咁遲先宣布第一次成功，就係話咧科學家咧就真係去玩用激光嚟做避雷針嚇。其實激光避雷針呢個諗法係有咗好耐嘅。咁、那個意思係咩嘢呢？就係、是、如果咧你喺個啲大廈或者任何地方嚇，向嗰個天空去射一束嘅激光上去，你嗰個激光咧夠強嘅話咧，
其實咧，即係佢個夠強嘅意思就係佢個能量密度超過某一個數啦，嚇，佢能量夠高咧，夠集中嘅時候咧，佢就可以將咧成個嗰條路上邊啊，嗰條激光嗰個光線上邊嗰束光嗰度咧，入邊嘅空氣咧，將佢離子化，產生大量嘅離子。其實咧，你可能講嗰啲幻彩榮香光嗰啲激光咧，要比嗰啲激光可能再強多少少咧，其實已經係有個離子化嘅現象。咁於是乎咧，就大量產生咗一啲可以導電性質嘅一個媒介，就沿住呢個光速咁樣去。個客觀結果就係咩咧？如果有閃電想閃落嚟嘅時候咧，阿雷公咧都會特登揀呢條充滿咗離子嘅路嚟去劈落嚟。咁即係話咧，呢個激光係可以做到一個避雷針嘅效果嘅。咁如果好簡單，你一路去枕住開住支咁嘅激光，嗱最緊要就係唔係普通嘅激光，而呢支激光係要夠強。強到個地步係有能力將嗰個嘅空氣離子化，咁於是乎咧，你就可以長期有一支激光避雷針喺度啦，嚇！咁而且你係外邊你睇到呢支激光嘅，因為呢支激光佢會個能量係會俾空氣消耗咗嘅，所以你睇到佢個顏色嘅嚇。咁所以咧，如果你台長你 show 咗呢個圖咧，其實就好唔係純粹科幻構想啊，就係實際上你都見到就係一束特定顏色嘅光射上嚟。咁然之後就會係佢就個效果就同一個避雷針一樣啦。周圍邊度行雷咧，啲雷就優先由呢個光度劈落去一條直線咁樣去劈咗落去，咁就係咁。但係咧好得意嘅，即係你會諗啦，如果你枕住開住束咁嘅激光，仲要係夠強喎，咁即係嘥電啦，係咪？有咩方法慳電啲啫？就係我想去引，即係估到佢有閃電嚟嘅時候，我先至開咯。冇嘅時候咪刪咯，嚇。咁原來今次咧呢個技術咧最大嘅突破位就係咩咧？佢嗰個原理，我覺得真係甚至同呢啲咁嘅導彈防禦系統啊，用運用激光去防禦導彈咧，嗰個 picture 係差唔多嘅。嗱個原理會有好唔同，背後嘅科學原理有好唔同，但係咧嗰個 picture 都係差唔多，就係你喺有一啲嘅有破壞性嘅嘢未發生喺你頭殼頂之前，你就射個激光嚟去截擊佢。原來今次咧，我覺得勁到個地步就係咧，科學家第一次發展到一個叫激光防禦閃電系統，就唔係導彈防禦系統啦，係閃電防禦系統，就係知道邊度勾緊閃電嘅時候，即刻就射一個好一束好短嘅激光，令到佢出咗一個離子通道，跟住就成功地引到嗰個閃電落嚟咯。好啊，嗱，即係如果你講閃電咧，如果我哋要知佢幾時發生，我哋嗰個預報嘅時間有幾短？嗱，呢個時間係以非即係因為咁講，你一個地方由唔通電變通電咧，入邊基本上啲時間係接近光速地咁樣發生呢件事嘅，所以係好急劇嘅。你要夠快咧，你所有 electronic 同你嗰個光本身就係要光速咁快咯。你要一個有咁上下快嘅反應嚟去做預報，那個預報可以點做啊？你去首先去遙佢感測一下周圍嘅電場有幾強，係啦，甚至乎佢今次勁到個地步咧就係咁嘅，因為咧呢個閃電咧，其實啲閃電我哋知咧就係一個由上而下劈落嚟嘅閃電，即就算講比雷劈咁，我哋都見咧係由上邊劈落嚟嘅。而家佢係勁到個地步就係話咧，個雷仲喺個天空上邊未劈到落嚟，見到佢已經喺上面劈緊，未落到嚟落嚟嘅時候，你就可以趕得切去反應嚟射一束光速，令到佢可以成個去彎咗落嚟。咁其實咧，如果即係如果台長，我唔知你 CNN 嗰度會唔會有另外一幅圖 show 出嚟啦。咁但係譬如話喺其他嘅，譬如我呢度見嗰個 Science Alert 嘅呢啲咁嘅網站咧，嗱，其實台長你呢幅圖都啱啦，喺 CNN 都有 show。你睇唔睇到畫面上面呢個咁嘅閃電咧？由佢上邊嗰橛到下邊嘅嗰橛，你發覺下邊嗰橛就好明顯，就係因為呢支激光嘅緣故，就成個雷引咗落嚟，向住呢個激光嘅方向一路咁向下劈咗落去。係，咁你可能會問落對會唔會劈爛咗你嗰支激光咧？咁梗係唔會咁傻俾你咁樣去成功做到啦。咁佢就有去到嗰度，亦都有其他嘅 channel 咧嚟去將嗰啲即係。電力咧引走咗，令到佢唔會劈咗落去我哋自己本身發出激光嘅裝置嗰度咯。嗯，咁啊呢個真係相當犀利啦。但係即係我哋想象就係唔會話唔可能就係、是、就嚟閃電啦，我撳個掣，即係去引咗，即係應該唔係一個咁嘅機制嚟㗎。
其實我唔會話又唔係咁，差唔多係咁，就係差咩咧？就係絕對唔係揾個人撳個掣，你個人個反應唔會快到講一次嘅。咁佢梗係呢樣嘢揾即係電子電機去做，咁而係可以勁到個地步就係佢已經喺上邊唔係摳緊啊，係開始劈緊嘅時候啊。即係咩叫摳緊咧？就係、是、你見到有啲地方佢開始累積個電場越嚟越勁。咁你就知道電場勁嘅地方就係非常之可能就係嗰個閃電開始發生嘅地方啦，因為嗰度嗰個累積嘅電荷越嚟越多，令到同地面嗰個嘅電勢差越嚟越多，咁於是乎個電場越嚟越勁，咁於是乎入邊如果你能夠開通條路俾佢通電嘅話咧，咁個閃電就更加容易喺嗰度發生嚇。咁而家佢仲勁啲嘅地步咧，你就睇到佢係可以設計到一個系統咧。是已經不是等他摳，是見到那裡真的有閃電落緊嚟的時候，你去截擊去令到引咗嚟你嗰邊。咁我覺得呢個咧先至係最勁嘅地方。嗱，佢講嘅數字係咩咧？佢就話咧，呢一個咁強烈嘅激光咧，佢係可以將嗰啲閃電咧喺佢離地面仲差200尺嘅時候就將佢引走咗去。咁離地面200尺，你計一條數60多米啦。咁唔係一個好高嘅高樓大廈啦，嚇！咁但係你可以諗下，如果將呢套系統擺喺一個比較高樓大廈上邊上啲嘅地方，咁佢又可以截擊佢頭殼頂上邊，即係200尺以上嘅閃電咯。咁所以就你會見呢套咁樣嘅系統咧，即係我會覺得嚇，佢簡直係將一套咧，我哋覺得好有用於軍事應用嘅一樣嘢，就攞咗嚟截閃電。閃電你都截到，你都接到，咁你會唔會覺得對於嚟緊嘅激光防衛度要有更多信心咧？佢會唔會係連導彈都截到咧？咁呢個就即係當然有其他科學涉及喺裏邊啦。咁但係亦都可以大家去諗下比較一下。咁當然大家都希望大家喺人類嘅歷史入邊唔好再發生另外一場嘅核子大戰啦。我哋呢一節咧結束，我哋下一節再翻嚟啊。梁錦祥工作室，在这个网络言论自由被打压的年代，我们依然坚持自我做好节目，坚拒自我审查，因为我们相信内容有价，而你们的支持就至关重要。请大家订阅梁錦祥工作室 Patreon， 并立刻成为付费会员，守护自由言论。而我们在 YouTube 频道上面的每一节节目，都要麻烦大家记得按赞、分享、留言和按钟仔啊！感謝大家一直支持梁錦祥工作室節目。